안녕하세요. 저는 한국의 김수정이라고 합니다. 저는 중국의 공산당이 중국의 집권당이라는 것을 알고 있고 또 중국의 여러 당파가 있는 걸로 알고 있는데요. 이번 중신사의 20대 당대회 일문일답을 통해서 여러 질문을 드리고 싶습니다. 그렇다면 중국의 공산당과 또 여러 당파 사이에 어떤 관계가 있는지 궁금합니다. 你好，金秀珍，谢谢你的提问。 为了回答你的问题，我今天专程来到了中国政协文史馆。大家看到的这个展柜里，陈列着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签到纸，上面有与会的民主党派代表、其他人民团体代表和社会贤达的签名。这次会议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正式确立。 经过不断演进发展，目前中国有8个民主党派，分别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致公党、九三学社和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他们与中共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呢？让我们听听专家怎么说。在中国政党制度中， 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民主党派是参政党，而不是在野党和反对党。这种独特政党制度的形成，可追溯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当时，各民主党派虽然人数不多，却不乏如李济深、张澜、邓演达等知名民主人士。他们广泛联系社会各界力量，拥有极大影响力。 抗战之初，国民党消极抵抗，共产党在长征路上发表八一宣言，呼吁抗日，民主党派做出公正评判，只有最坚决抗日的才能做中国的天然领袖。此后，他们逐步向中共靠拢，成为中共同舟共济、风雨同行的坚定盟友，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做出重要贡献。新中国成立后，各民主党派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被称为中共的亲密友党。八大前后，中共提出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八字方针，明确共产党存在多久，民主党派就存在多久。共产党可以监督民主党派，民主党派也可以监督共产党。改革开放后， 八字方针又扩展了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八字。1989年，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中，首次提出参政党的概念。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将这些党外朋友称为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 对于民主党派的意见建议，他一直格外重视。18大之后，他专程走访了各民主党派和全国工商联。2018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13届一次会议的民盟、致公党、无党派人士乔联界委员，并参加联组会讨论时，首次提出新型政党制度概念。中国民主建国会原主席陈思薇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 中国的政党制度就像是唱大合唱，总要有一个指挥。从历史和现实看，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胜任。7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风雨同舟，共同奋斗。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白皮书指出，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是知无不言的挚友，或是相归的政友。 互相监督不是彼此倾轧，不是相互拆台、相互掣肘，而是相互促进，共同提高。